请登录我们的官方微博以及官方微信，提出问题、解答问题，获得相应的积分，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将会获得我们的棒棒大礼包。哎呀，这一年说的比一年快。对呀，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来了。是，哎，马上要迎接新年嘛，这过节了，那肯定我们在家里要打扫卫生。哎，但是说到大扫除啊，挺麻烦的，是，有很多家里的边边角角。对呀，因为一年都没有想，因为犄角旮旯高高低低，太难了，上上下下。那今天我们的网友好像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他会有什么样的疑问，好吗？大家好，我是词典的忠实观众。帮帮，快过年了，帮帮团有没有快一些轻松的方法，能让我们轻轻松松、干干净净的过年？快过年了，帮帮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快速打扫屋子的方式，可以提出来？要不，因为这阿姨那句话还没放完，阿姨是说，如果帮帮团有方法的话，那就没问题；如果没有方法，我可以去。为了解决这问题呢，我把我们家的一些没有处理掉的那个卫生的问题呢，今天搬到现场，就让你们麻烦各位。太有心了。春节前期，家家户户都会进行大扫除，但难免会遇到一些麻烦。今天我们征集了1000位网友的问题，选出前五名的卫生清洁难题，让我们一起看看帮帮团会如何应对吧。这其实说到打扫卫生呢，我们的这个网友啊，其实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对，就说家里有很多的死角，需要这些小窍门去帮助到我们，然后打扫干净。我们是从这个1000位网友当中呢，评选出了这个问题死角的前五名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希望大家来帮助我们解决。是呢，但是快过年了嘛，就朋友们相聚都得喝点什么，是吧？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味道很丰富的、很特别的饮料。这个饮料呢，只是属于一个人。待会儿我们这五道问题呢，就来让大家进行抢答，好不好？好。最后五道问题全部结束之后，抢答最少的那一位呢，就要去喝那杯饮料了。当然，如果你解决一个问题的话，就可以往我们的饮料里面加一位你觉得很适合的。很小心点儿，可以随便加什么都行，就这几样，你们一位可以把它加满。你不能太狠，直接跳出去，你那不行，这就不行，这就我们的饮料很高端的，因为很有可能是自己最后喝到，对不对？对呀。但你自己喝，你就不怕呀？我不可能喝到的。不要担心，也不要兴奋，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好，五个问题，希望各位能够帮助我们这些网友能够解决。是的，我们现在出第一道题了，各位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了。请问，在不登高、不拆卸吊灯的情况下来进行吊灯的清洁，你们会吗？吊灯的清洁。好，先抢。刘胜。应该你是最快的了，而且我的自信让你们感受到了这份充沛的力量。那还真没有，废话不多说，直接来解决这个招。好，欢迎刘胜。接下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家里面你要换灯罩啊，或者清洁灯泡的时候，非常的危险。非常，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那个吊灯都有好多头，对，那个灯头太多了。很多人爱买那种水晶灯，对不对？清洁起来很麻烦，对，怎么办呢？又每个人都不像我们长得这么高，对不对？我们的导演，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要知道，我们菜籽呢找的老公个子高。换灯泡是家里老公干就行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老公到什么危险的地方。对，而且我觉得如果家里真的只有像晴天哥这样1.8米那个屋子，估计也挺压抑的。我是猫着腰进去的。其实像这边放了一个灯，它的高度是算是不算高，只是一个床头灯嘛。我们就试验一下嘛。正常的话，一般灯的高度应该这么高了。这个高度肯定是要有的，差不多了，对不对？你得放过来一点，不然的话它不仅高，它还会摔。但是它层高确实也比较高，他们家这好高啊，差不多，每一层层高大概是在2.5米、2.6米，这算是比较高的了，这个距离差不多了。然后呢？那我们要是踩到椅子上面，一不小心摔倒的话，大过年的别把自己给跌坏了。让我们教你一个小妙招，做两个小道具，灯泡、灯罩都可以解决好。这是我的道具，我只要用这两根杆儿，先解决灯泡的问题，好不好？好。我们拿出一个塑料瓶，剪刀，然后拿剪刀。好。好，我们将塑料瓶剪一个口，我们拿出
一只丝袜。哦，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爱好。一次性的丝袜，这种丝袜像平时穿过一次，可能就会丢了。对对，从面砖穿过去，然后从瓶子一头拿出来，把它翻下去，然后将它翻套在我们瓶子的周围，然后拉到底。这时候不是都在那个头尾都在我们的瓶盖的附近吗？没错，把它转一下，转一下，怎么样？然后再把它拧回去。哦，就是要把它固定好。对，然后接下来拿出胶带，要再粘一下，因为我们需要用到这根杆子来省去我们站在凳子上的这样一个危险。要把瓶口用一个那个黑色的胶带纸先裹上一下，然后将瓶口和我们的粘连住。对，好了。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灯泡的清洁了。感觉你是拿着个打火棍。不，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有小技巧的。我们都知道灯泡在我们的灯座上面是用顺时针的方式拧上去的，对不对？对。那我们在清洁的时候，就要用我们这个做的这个灯泡清洁器，套到我们的灯泡上，将它完全的包裹在我们的灯泡清洁器里面，顺时针旋转，就可以清洁干净我们的灯泡了。接下来是灯罩，灯罩。用到灯罩呢，我们就要想另外一个办法，将我们的双手捆绑在我们的这个就是长杆子上面。先把你的手借我使一下。你要绑我的手啊？我要把你的手拓一个下来。啊？记住这个形状啊！我要把这个衣架凹成这个形状。好，接下来然后我们找出一只不用的废弃的手套，我们在里面再塞一点填充物。啊？哦，这样它更鼓，像个手掌。重点要塞在我们这个手套的大拇指和食指的位置，塞一点填充物进去。塞一点啊，让它有一个充实的感觉。然后刚才不是拿晴天哥的手拓了一个这个形状出来吗？对，把这个位置放到大拇指里面，这个位置放到食指里面。我们看出来了。好，行吗？其他的用充电物给充上。对。呀，晴天哥的手指肿了，那这样擦得干净。面角的不够大啊，我们再塞一点，再塞一点，可以了，不用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们主要运用到是食指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用还是一样吗？先用胶布，站在这里。先用黑色胶布，我们来给它。你还真是离不开黑色胶布，我们要做一个基本的固定嘛。还是要把它缠起来，对吗？对，先把这个底这个地方缠一下。感觉这个手指很酷的样子。好酷，但是我现在比较有疑惑的就是为什么不整个手掌呢？为什么要只两个呢？一会儿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刚才做好的小道具跟我们的这根长棍连接起来，就你们要知道，就是它为什么要一根手指？就是灯泡和那个灯罩中间是有缝隙的。一只手就进不去，一个手指头进去的。对，现在你要开始了是吗？开始清洁了。现在这就是我们灵活的双手架到了这个就是长杆上面的状态。没有没有，先拍一下它，给拉扯。这不是灵活的双手，是什么？一只手，一只手指，这样，你两只。来看一下晴天哥的手。你想干什么？对，不讲的。来来。小心我收了你！现在我们发现灯罩上面竟然会有一些落灰啊，或者小虫子什么的嵌在里面嘛，我们就用这个在脏的地方。好脏啊，这个灯！哎呀，落灰了呀！灰落下来了，你看到没有？看一下，在这个手指上面出现了这个好多的脏东西。不是，你家是住在沙漠里吗？这样是不是解决了你不用灯膏，但是又可以清洁灯泡跟灯罩的小问题？做完什么，各位？你可以加，那我就客气一些。你加一种啊，只能加一种，我就少加点糖嘛，好吧？你人太好了，只能加一种。哎，有些是喊完了自己喝，少加一点，加点糖，好吧？这就可以了，甜甜蜜蜜过新年嘛。谢谢。灯泡清洁器制作方法。将一个废塑料瓶从中间剪开，用短口丝袜翻套在瓶子上，再将清洁器与扫把杆固定，这样一个灯泡清洁器就完成了。灯罩清洁器制作方法：把衣架弯成手的形状，在手套大拇指和食指的位置重点进行填充，套在衣架上与扫把杆固定，一个简单的灯罩清洁器就完成了。快来动手试试吧。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各位听好了啊，在没有沙发清洁剂的情况下清洁沙发，3、2、1开始。规矩哇，那你自己倒是走了，来不及了，您说不要举，确实人家那个泽西就已经举了，哇塞，好不好？来，泽西有请。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没有清洁剂的情况下清洁沙发，来清洁沙发。对，哎，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这个就是弱酸性的洗衣液。洗衣液就可以吗？洗衣液可以，但是要注意了，我们为了怕这个里面如果的，因为有的东西它上面标的不是很清楚嘛，为了让它确保真的能够达到弱酸性或者是中性的话呢，我们用一点水来调和。好，要放一点水。是的，以前我觉得就是清洗沙发都要专门的那个沙发的清洗液，还挺贵的，很贵的。我们用这可以了，我们用清水啊，然后调和稀释一下，对，然后比例没有什么，就大概水少洗衣液。对，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其实很好理解，是沙发的脏的程度，你看着办。对，是的，一点都没错。来，欢迎大家来到我非常脏的家。啊，你们家好脏啊！怎么每个人都说这是他自己家？你看啊，像这个、这个沙发本来是白色的，对，现在变成了米黄色的，一部分变成了黑色的。这边还是有那个可以作为对比的哈，就能看见擎天哥平时是怎么睡的，是他的头都在这边，这是所以都黑了。每个人追求不一样，原来这是白沙发，但是后来呢，今年我是比较喜欢土豪金的，所以想把它就那个染成土豪金。没有，对对对，后来实在是不行了，人家还是擦吧。太脏了。我先用一个比较脏的地方试一试。你看大面积的擦，马上立竿见影，立刻就白了。好脏啊！真的太神了吧！马上弄完之后，背面立竿见影，看一下阳台上面，哇，整个都是特别的脏，有没有？这招好厉害呀！而且真的没有费多大劲儿，轻轻的一擦。马上就立竿见影。我家沙发也是白的。汉文，上次我去过你家，你家沙发不是黑的吗？它是白的，被做成黑的了。哎呀，你这……那我想知道一下哈，就只有大概，比如说你清洗完了之后，用不用再用清水过一遍呢？如果是保险起见的话呢，还是需要，因为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添加成分在里面的。我们再用擦完一遍之后呢，再用干净的抹布再擦一遍，这样会确保不伤沙发的清洁。但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觉得洗衣液这种东西，因为衣服我们也可以穿在身上，贴身穿的，本来它就比较的能够让我们的皮肤能够接受，没那种，而且洗衣液很香。洗衣液洗完之后都要捅干净啊。对，而且要过水过一遍啊。对，我们你还是要用清水擦干净。这个方法好简单啊！是不是？来，泽西。接下来你也要挑选一样这个饮料加到这杯饮料当中去，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这个方法呢，大家你看都掌声一片哈，对，所以我应该不会像刘胜一样这么的仁慈。哎，你是准备把这个抹布放进去？其实也可以。哎，我剩下的还有这个是芥末，拿出最恶毒的一面。是，大家都知道芥末其实是很健康的一种东西，如果吃一点芥末适当的摄取的话呢，别说官方话，快点加芥末。来，芥末的祝福语，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把好打不好的都给沉下去，好的都浮上来。哇，谢谢。自制沙发清洁剂方法，购买中性或弱酸性洗衣液，与清水适量调匀，涂抹在沙发上，用毛巾擦拭就可轻松清洁沙发了。好了，接下来各位第三题，请听题。又来了！快！如何？我们有时间限制啊！时间限制是如何在三秒钟内搞定床下灰尘？三二一，起床！恭喜！哎呦，吓死我了！我不是拉床，你拉住他是拉住他左手，他的盘子放在右手，另外一手把我的手都给压住了。哎，不容易，来吧。加了芥末以后会吓死了，我说这个，哎呦，就不能说话。幸亏这个题我会，不就三秒钟吗？简单死了。来。要准备什么东西？但是三秒钟太难了，因为时间太短了。对，说三秒钟，我进去滚一圈出来就。那个，说星星这儿失败的话，他是不是直接叫以下这个饮料？哎，我觉得是。比如三秒钟，瞬间，瞬间，眨眼的功夫，眨眼的。我拿着我这眨眼的功夫吗？哎，算了，还是三秒。我告诉你，我把杆儿嘛，对，这个。把它给搬下来啊！我们只用这个杆儿，不用这个布。好，我们给拧下来。压一号一个杆儿。是是，我们先把它留下。发现我们今天解决妙招都需要杆儿。用杆儿，对，需要杆儿。然后接下来，关键是我们用完。
还可以再拧回去，然后再拖地。好，好，我这需要的是这个杆儿，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就只要一个杆儿。对，不，哎，你三秒钟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没有，就是对，这准备工作不算，我这准备工作过去了。哦，我们用这个不喜欢的围巾当成这个抹布来清理我们的地面。你不知道啊，这个围巾呢，熏熏原来扔掉了，为了做这事又捡回来了。姐帮我来一下，好。然后是跨栏吗？跨栏就算了，这个不行，这个太笨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多东西都是废物再利用，对，特别的环保。我们先把这个围巾呢对折以后搭在这个上面，我们在把手这边大概就给它搭下来，这边就顺一点，对，留顺哈。我们要把渗出来的这一部分给剪掉，剪的，把留顺剪掉。剪掉。我们把这个头呢也要绑起来，对，记住一定要绑得特别紧，这样防止我们待会儿清理的时候呢它脱。好，然后这边再拿出这个皮筋儿。你不是要剪掉吗？你不是要剪掉它吗？先还是留一点嘛，先把它固定，固定了再剪，先留再剪。你先固定了以后剪，好剪啊，那么轴呢，刘哥。你要剪掉。好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多余这边给它剪掉。刘胜，哎，要恶狠狠地剪。刘胜到底是有多恨刘胜呀？我看你怎么咬牙切齿。好，然后我们现在铺在桌上，然后我们现在要用到还有一个小东西，就是曲别枝。曲别枝是什么？什么玩意儿？曲别针。这个别针呢，我们要把这个布合在一起，看见没有？摸这个杆儿，然后我们让它紧贴在这个杆上，把这两层这个围巾吧，别起来，固定住。准备一会儿，如果能够节约清洁的时间也蛮好。哎，这个你们知道吗？我在家里一般都把那种不用的墩布，那个给它就一直做成这么一个，然后我就可以经常。你们家是不是陈列了好多个？我们家还真有这个，就是用一些用来做奖。我跟你讲，就你到熏熏家去。一推开盆，那真是惊奇场面，都是墩布做的。行了，来吧，三秒钟试一下。现在呢，我们开始要把它剪掉。还没把它，这么麻烦。大概留到这个。干掉它！这个真的很好用，到时候吓死你们。吓死我了！我当时觉得熏熏真的要加快手脚，我都快要立秋了，你再说。好了，然后现在最后一步，马上就可以让你们神奇成还有一步啊！来，蔡子姐、晴天哥帮我一起剪好了。你说实话还有几步一个？最后一步了。我觉得吃个饭，你可以把它反过来这么剪。你怎么这么久呢？有可能你是在我们理解上，对，剪成小碎碎就可以了，对，剪成小碎碎。哎，今天刚才有说过，如果我们五位都完成了的话，是主持人来喝这个，没问题。菜子说他都可以，立刻随便。剪完更像那个京剧里面的，更像那个。欢迎旭旭给大家带来一段台戏，三秒，三秒，一个套马的汉子，三秒，不要笑好吧，三秒来了。好，现在我开始实现刚才这个三秒神机透变的这个诺言啊！你们别再嗷嗷了，别再嗷嗷了。然后我现在先跪一下，要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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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开始清理了啊！你们给我全场计时啊！3、2、1，开始。3、2、1，好多脏东西啊！傻了吧？有吗？傻了吧？哇！这边我刚才是，就床底下的这些东西，用这样的一个就长距离的东西，这样一划就出来了。没问题。我们不光床下可以清理，还有我们沙发在。你还要再跪一次是吗？来，又来一次。下跪。看。哇！真的，确实效果不错。你还可以特别的舒服这样。这样也没有好大的作用。没有，旭旭，你这句话倒真的，我们不敢认同啊。哎，我这个强不强悍？强悍，特别好，特别好，好可了吧？哇哦，这种方法呢，确实是不错的。对，尤其是这种细碎的东西，可以把很多的这个角落里的灰尘都给它完全带出来。因为它面积很大，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不会让家里那么多就是满天灰尘，而且它可以稍微沾一点水，哎，没错没错，对。而且我们这样刚刚扫了灰嘛，我们在抢这个，在这里晃来晃去，会不会掉到这里面呢？
掉到杯子里面，他们又喝了，这实在不合适。太坏了吧！完了，你加什么？现在我可以加了是吧？哎，可以了。醋，这是醋，这是酱油，加酱油吧，白醋。那我加一个。你这，求求你少加点，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哎，我加一个那个什么吧。那个我加一个这个酱油吧，酱油，酱油，酱油。哎呀，你这你怎么能这样加呢？啊、你应该是这样才比较合适。酱油的祝福语是什么呀？酱油祝福语是酱油一般在我们炒菜的时候是不是调颜色的？对，希望我们明年红红火火。哎呀，自制床下清洁器要点。墩布杆上固定废旧围巾，预留出两头用皮筋固定，留出八厘米宽的布条，纵向剪出细条即可。好了，谢谢，谢谢，来谢谢，来各位，我们抓紧时间了哈，快点快。卫生死角还有好多个呢，对吧？是第四题，清洁瓷砖的清洁力非常明显，但是成本不能超过2块钱。开始，我知道，后面都打，你们那是抢答呀。我们这是抢答，不是强打。对，刘胜来，哎，刘胜的上了，没意思，不错，我告诉你们，你们两个现在在我们比赛现场都打起来了，没有红牌拿下就已经不错了。告诉他们，我们只要取出一小盖的洗衣粉。哦，好，成本很低啊，一小盖，这个成本。这个成本大概也就1分钱吧，对不对？我们再拿出酒精，酒精哦，就是那种医用的角度，对，医用的角度，哎，酒精的挥发性很强，这还是因为它可以稀释很多东西。我们倒3盖酒精，哦，它还可以消毒呢，对呀，清洁一下地面，然后再拿出白醋，啊，所以刚刚放了皂粉，然后医用酒精，现在是白醋，白醋，我们换一下顺序就好记了，2小盖，1盖的皂粉，2盖的白醋，3盖的酒精。来算一下成本啊，1毛，皂粉，好，2毛白醋，行，酒精3毛钱，嗯，6毛钱了，对不对？好，不是让你用到2块钱吗？我就是说，我2块钱不到更便宜，这不更好吗？你能不能省点钱呢？咱就剩咱俩了，他越省钱，你们俩喝的越多。我们再稀释一下这个配方，再倒一点清水在里面。哇，好，这算2分，嗯，好，然后拿我们的小刷子，等一下期待他们喝。好了，啊。这里面呢，我们用的洗衣粉呢是有它的那个强效去污能力，来去除地砖上面的这些脏东西。嗯，酒精有一个很强的挥发性，对，可以使你在刷完之后立刻就变干，同时对，好，好，我们来试一试，洗用这个刷子就可以了。好，我们来试这个。其实如果要是，哇哇，天哪！它那个瓷砖，因为今天家里的瓷砖确实是很脏很脏的。哇，哪儿干净？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接下来你又可以行使你的权利。我要往里面加东西。大王，你们开始紧张。我觉得他每加一位做料，就是在场还没有开始操作的两位的机会就越少。你就直接说他们两位就好了。来，我觉得这里面我第一把加的是白醋啊，白糖，对不对？白糖。那我就再加一点白醋进去好了。啊，我加的是白醋嘛，对不对？这个一开始加的是白糖，那就是酸甜苦辣咸，我们要幸福到永远。哎呀，好好好。自制2元瓷砖清洁剂方法，在1/4瓶装水中加入1盖洗衣粉、2盖白醋、3盖酒精，充分混合即可使用。接下来我有一个提议，我有一个提议哈，怎么来抢这最后一道题？最后一道题肯定是有一个人要惩罚嘛。现在就是汉文和大王两个人是没有抢的，接下来你们三个就不用抢了，你们就安全了。现在就直接让汉文和大王 PK。好嘞，谁抢到了谁就安全。好，没事，把我按住他。我按的就是他嘛，关键是我要帮你。请进，这个男生要让你不留水痕，不动冰花，20秒搞定窗户的污渍。大王现在的造型就真的特别像一个山大王，然后要造反。相信秦王造反能力不是特别的强，可能他失败了，他就得喝下去了。没错，行不行？就是这意思。要不我帮你？要不我帮你？来吧，来吧。哎，下来这么矮啊！等一下，问题是什么？你先到这儿。你先来，你先来。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说在3秒钟之内啊，告诉我们全场所有人的名字。啊，这个那我喝吧。好了，正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留水痕，不动冰花，20秒搞定窗户的污渍。太简单了，对，因为冬天清理窗户其实比较难，特别是像就是咱们东北的话，就是那种温度特别低，有时候你刚喷上水，然后可能就上冻了，然后麻烦。那我来想办法啊，很简单，
我平时呢，我会采用这样一个办法。你是在逞能吗？呀、嗯，真的很好用啊！那就尿不湿，哎，我跟你说，尿不湿真的特别好用，就很多小孩就尿尿以后，他其实尿尿的不是很多、嗯，然后很多妈妈就会拿来擦点滴呀、啊、什么的，特别好用，因为很吸水。为什么要用尿？很吸水，真的吗？才子说的。嗯，然后我们再用一个清洁效果很强的，一般我们就用点洗涤灵啊什么的，然后加上水灌进去之后。但是我们的要求其实还比较难哎，除了清洁之外，还是让它不要冻上。而且不留水痕，对，没有水痕，你放心，绝对有。哎，用洗涤灵擦玻璃行吗？哎，我觉得这种它的方法应该很干净，加水肯定不行，肯定不行，肯定喝了。你试一试你就知道了。这个肯定要冻花啊，关键是。啊，现在这里面的水是什么，因为我用到了尿不湿，所以你看，这是洗涤灵加水，洗涤灵加水，好，可以了吗？刀怎样？还要剪刀，来帮我拉一下，然后我们从中间把尿不湿剪成两半。好。为什么呢？为了让它不结冰啊！啊，这剪开了就能不结冰啊！然后我们把背后的尿不湿背后这个有层胶嘛，取了，把它取了之后粘在自己的手上。哇！我们因为剪成两半了，所以我们左手和右手都可以粘上。粘在自己的手上，你就有一副了，对不对？啊，好可爱！看来这手不大还不行。菜子，帮我拿我刚兑好的喷壶，洗涤灵加水，喷到喷在窗上。啊，喷，我以为喷脸上。内外都喷，补水哈。哎呀，女汉子！哎，不用不用，我来，我来就行。看，晴天哥家里这个窗户特别的脏。好，不是这样的啊。特别脏，这一块特别多的灰。你别喷了吗？喷了，来。好，马上啊！这个温度很低，所以我们得很快的就把我们这个每风呼啸弄上去。好棒啊！哇塞，大王你好强啊！大王。但是我觉得他的方法挺实用的，就还可以用来擦镜子。哎，镜子也可以。没错没错，很多地方都能擦，而且就是这个浴室，脸上也应该可以试一下。浴室很容易就出现那种雾气嘛，对，擦一擦，对，手印非常好。你看现在汉文就不敢说话了，汉文，听说是没有词了，对不对？对，但是汉文喝定了，对不对？喝定了，那我还要往里面加东西，对不对？对，你会这么残忍吗？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女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你看现在还能加什么呢？加一点这个是芥末。芥末，你这只能加一种哎！你这像他这种违规行为，我们立刻要制止。什么？你太过分了！你什么？我们只能加多少种？一种。那都加完了。那就算了。夸张。砍出去好不好？好不好？砍出去。但是这样我也提出一个要求，因为前面每人都说了一句这个祝福的话嘛，你要说不出来就跟他一起喝。哇，大家在三秒钟之内，三，祝我们的生活混混乱乱。什么？说什么？混混乱乱。要帮我准备一个杯子，你跟晴天哥。我们现场所有人的幸福，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这个新年的这个幸福，就在你这一杯里面了。你要是能喝完，我们所有人都能幸福，身体健康。要是不喝呢？要是不喝，这包括我吗？包括我呀，包括你啊，不包括你，你怎么会喝呢？来，各位来点掌声嘛，要不然怎么喝？汉文，来这样，我们这一杯呢，其实说实话也不是那么的那个，我们确实调和了很多味道。我们真的是要祝福所有幸福字典的观众。你要是再这样这么矜持的话，我就让大家帮帮你啊。对，换下去之类的，再帮你啊。等等，我们三二一好不好？来，3、2、1，快速清洁玻璃风板，在水中加入少许洗涤灵，喷在窗户上，在手上沾上尿不湿，快速擦拭玻璃，就能达到快速清洁的目的了。前面是提出了这个五个死角的问题，让大家来解决，解决的是非常的好。来，再一次的掌声感谢哈、啊，感谢五位，感谢帮帮团，感谢我吧。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打扫完卫生之后，大家的问题还没有结束。没错，对，因为新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团聚一起吃一些很多水果呀，还有一些很好的菜肴什么的。没错，但是呢，吃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请看。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一位热心观众，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专家，就是我特别爱吃橘子，可是每次吃完橘子以后嘴上都会上火起泡，我觉得很郁闷。最近听朋友们说橙子呀芦柑之类的好像是去火的，所以我就去市场买了很多，因为我喜欢吃酸甜口的嘛。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可是吃完以后我依然是嘴上上火起泡，依然没法见人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到底哪些橘类水果是上火的，哪些橘类水果是去火的呢？谢谢。哇，长得好漂亮啊！好美啊，橘子。橘子，我觉得它橘子的种类很多，就柑橘类的很多，但是我也有印象，就是好像我曾经小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说过，说橘子不要吃太多上火，但是每当我上火的时候，她又会说，哎，多吃点柚子清火。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就是刚说到的橘子、柑橘还有橙子，反正就是柑橘类的那些水果都拿上来。好，我们来辨别一下，好不好？好。冬季橘类水果品种众多，口味酸甜，营养丰富。在大量上市的橘类水果中，我们在饮食和营养方面难免会遇到问题，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关于橘类水果的困扰吧。哇哦，好好吃哦，好多水果都是差不多的，感觉上这是柚子，这是橘子，这是橘子，芦柑，这个是橙子，这五种大家已经看到了，你们认为哪一种是去火的？上吧！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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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勋只剩下这个了，两个都拿走了。勋，这不叫抢，给我们剩了一个。最后只是叫拿。好，我们要请出专家了。对，我们请上我们的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杨娟，欢迎。哇，好美啊！欢迎杨老师好。杨娟，国家二级营养师，营养讲师。他们每个人选择呢，都是选择这个去火的。但首先，你看刘胜那个橘子，都是说上火吧？那橘子吃多了是上火，好，很多人上火吧？他选择的对吗？待会儿我统一给大家解答。总之，你这个现在是有点危险。对，你这个一个问号在这儿。然后熏我的呢？这个是橙子是吧？橙子，对，这个橙子来讲的话，也去火的。哇！去火的，也要答对了。橙子是真的，这确定了，确定了。好，泽西，芦柑呢？芦柑。吃起来我们往往吃起来特别甜，对，它是去火的，是不是？它也是更甜的，跟我妈妈一样。糖橘，我觉得上这个也应该是上火的。你看汉文吃多了以后，上火上的多点。上火的一个表现，体型对对对对，我整个人都变成砂糖橘的颜色，但是你那个体重不像。那所以砂糖橘，我觉得应该是你像芦柑，像柚子，像柚子。那砂糖橘我觉得比较明显，应该是上火的了。这砂糖橘其实它也是去火的。接下来好惊讶，我这个全天下都知道去火的柚子是吧？对呀，这个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这是去火的，选的非常正确。请问有什么？所以我知道了。说来说去，最后一个上火的就是刘胜手上那个。是的，老师我听懂了，你刚才说越甜的越去火，对不对？他们都是因为甜。那我这个你挑的好，它也甜呀。这个我刚才就试了几个挺甜的，越甜越去火，这对吗？其实像主持人刚才这个逻辑是非常正确的啊。往往我们吃的特别甜，容易口腔、咽喉啊肿胀、发炎。因为这个细菌是在糖的环境下会特别容易滋生，所以呢吃特别甜的容易上火。但是我要听这个，来但是大家挑的这几类水果都是去火的。都是去火，皆大欢喜。这几类水果从中医上来讲都属于寒凉性的水果，是不会引起上火的。但为什么它又会导致上火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甜，特别的甜，还能量特别高，代谢不出去就容易导致上火。再有一个，它含糖特别高，含糖在12%左右，特别是橘子还有柑子含糖量很高，还有这砂糖橘也是。吃了之后啊，身体里边糖需要代谢，代谢的时候需要身体里边一种营养素来参与，叫 B 族营养素。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现实生活中摄入的 B 族维生素又不足，因为大家都吃的比较精细化的粮食，所以呢就容易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一些症状。B 族维生素缺乏呢，就容易引起一些口腔干燥、口腔溃疡、口角炎等等一系列的上火症状。那么网友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有疑问吗？请看。主持人好，我是福建的观众，
我很喜欢吃橘子，但是前几天我在网上有看到一篇报道说有人吃了很多的橘子就得了橘黄病，那我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哇，橘黄黄病是整个人都会变橘黄。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吃橘子太久的时间之后，那个手都会变成黄的。我有过。但是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吃了以后身体人变面会黄。人如果发黄的话，是因为那个肝脏不太好。对呀、啊，黄疸性肝炎不就整个人会比较黄？这个怎么跟橘子有关系呀？先来了解一下橘黄病好不好？来，眼下呢正是橘子大致上市的时节。不过医生提醒呢，橘子好吃，但千万别一下子吃太多。吃橘子除了要小心上火外，还要警惕得橘黄病。这段时间，市第一医院每天都会接诊2到3名橘黄病患者。患上橘黄病的人大多是手心脚底发黄，但与黄疸肝炎的症状还是有区别的。由于橘子中富含胡萝卜素，如果一次吃得太多或者每天吃，就会导致胡萝卜素吸收入血，肝脏短期内又不能将它转化为维生素 A， 就会造成血液中胡萝卜素浓度过高，出现皮肤泛黄现象。啊，好恐怖啊！真的变黄了，好吓人哦！橘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呀、啊，这个橘黄病啊，它就是因为血里边贝塔胡萝卜素含量过高导致的皮肤发黄的一种症状。那像大家说的，吃这个橘子吃过多了之后，就会导致这种症状。橙黄色、深绿色的水果里边含胡萝卜素也特别丰富。如果说我们吃了过多的胡萝卜素，在身体里边肝脏它会把它转化成维生素 A， 对于我们眼睛有帮助。比如说小孩子会吃那个鱼肝油，对视力帮助。比如说咱越来越亮，经常玩这个电子产品，容易视疲劳，也可以多补充一些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但是如果我们吃了过多的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没有办法及时全部转化成维生素 A， 那过多的胡萝卜素就会吸收入血，表现在皮肤上就是发黄。最先开始是手掌和脚掌发黄，完了之后如果严重的话，整个面部甚至全身都是黄色。那就真的是面黄肌瘦。哎呀，太恐怖了。那怎么治疗呢？怎么治疗？其实这个治疗非常简单啊，一般它也不会引起毒性。这个治疗的话，一般就是咱们停止服用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之后，一般一周之内就可以自行退愈。原来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就比较可能有可能慢得这种病呢？长得比较黄的人。没有，这我是开玩笑。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也是吃了很多，但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反应嘛。是的，还是特定的人群他会这样。其实它跟人群有关系，跟个人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有关系。您例举一下。比如说这个人呢，每周能够吃2到3次的肝脏类的食物。再有一个就是你经常吃水果吃的很多。我们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大家一天水果的摄入量应该是200到400克。再有一个，只要是深绿色的还有深颜色的橘黄色的蔬菜水果里边含胡萝卜素含量都非常高。行，不能吃各位太多。那既然已经知道了，就是说你如果吃的太多的话也不好，所以要适当适量，要正确的去吃。橘子呢我就很喜欢吃，那最好是在吃橘子的时候呢能够做成小甜点。那你来做一个。我接下来我就告诉你，我真做不了。各位，你们谁能做吗？我能做，怎么了？橘子美味，营养丰富。今天我们的帮帮团就将为您用橘子呈现一道美味甜品，让您既吃出美味，又吃出健康。教大家做一道橘子罐。我喜欢吃。原来我跟你讲，在我父母那个年代的时候，比如说有朋友生病了，都是送这种罐头。你就说你的那个年代呗，为什么是你父母的年代？我现在也是罐头。说错了，我纠正一下，是我爷爷那个年代。别装了，这个橘子那个叫橘络，对，特别难去除。那当然了，要一点一点撕。你看，你要去除成我这样子，要好久。对呀。那你怎么弄啊？我有一个妙招。什么招啊？就是我们用那个我们的水，就是咱们可以喝的水。然后把橘子剥完了之后放进去，然后我们在那个水里头少加一勺的白醋。啊，这样就闻到那个味道了。会不会进进去啊？那个味道醋味儿啊。水果醋。这个我加这点醋的原因是软化它这个经络，它可以更好的去除。好。然后我们大概泡个3-5分钟之后，然后用手轻轻一搓，这个橘络就都下来了。这个醋啊，它可以保护 VC。所以咱们在炒菜的时候可以放点醋吗？误打误撞啊，你看。我们要往里放点冰糖。啊，冰糖。不要放白糖啊，我觉得冰糖也是下火的，老师对不对？对。非常正确。哇。中医上来讲，冰糖养阴生津啊，还有对皮肤效果更好一些。哇，好棒啊！哦耶！
然后等我们水，我们让那个冰糖融化，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刚才洗干净的橘子放在里面，放到糖水里面煮。对，大概要煮多长时间？就现在还没开锅嘛，然后等开锅就可以拿出来了。这你知道吗？这让我想起我在一些餐厅喝的水果茶。对，水果茶当中呢会切梨块，对对对，然后苹果块，然后橘子，对对吧？然后有冰糖那种煮，有一个茶包。哎，哦，已经可以了，煮锅了。煮了多久啊？就是开开就可以了。哇，好香啊！好甜的，甜的橘子味耶！整个摄影棚都是橘子味儿，好温暖。一口这个汁儿都出来了，哇！感觉我已经吃到了。就是咱们前那个汤不够稠，可以放了一点蜂蜜，还可以放冰箱里。放到冰箱这样的话可以保存多久呢？这样的话放在冰箱里，大概一周吧，现做现吃，不要放太长时间，因为咱们这个里头没有，完全没有。我跟你讲，就像现在这样哈，保存不了一周，最多保持一天，对，全吃掉了，谁忍得住啊？对，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呢都是聪明人，因为我们只是提供这样的一个方法给大家呢，希望大家能够举一反三，对，那有了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创意料理，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微博和微信告知我们，然后再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反馈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是的，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成功一线，幸福四野。谢谢。